今天呢，我们有问答题要挑战。今天如果答题错的话，就没办法吃。屁啦，太残忍了吧？有没有逗号？你的生命当中有逗号吗？完全听不懂。是。这个我跟你讲很屌啊，这个。听到我沈奔，今天呢我来到了烧烤店，我要吃爆这家店。当然，吃爆一家店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我请来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。为什么找他呢？因为他非常的抠。今天除了吃之外呢，还有问答题，如果输的话就要接受惩罚。然后在这边要特别感谢我最喜欢的风之谷啊，谢谢干爹的赞助。然后呢，因为是风之谷啊，所以呢，今天输的话就会限时三分钟，需要背出风之谷啊的业配台词。欢迎我们的孙孙，素友。最抠代表来了，算了算了，摸你的头啊！你是厕所最脏代表，对吗？那是因为你没冲水啦。最好是啊，再给你讲几遍。因为本来那怎么冲那素皮浓汤哎，你连冲都没有冲，厕所整个卡住了。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可以直接开动吗？还不行，今天呢我们有问答题要挑战。玩过风之谷吗？小学啊，小学要过一下。今天如果答题错的话就没办法吃。咦啦，太残忍了吧！你们这两个没读书的，今天就让我来会会你们，趴你们。今天就来考你们，要不然大家都觉得我们笨弱智。我功课超好的，好不好？我数科比较好，我历史也不错哦，认真哦。我历史很强。我历史超好，你知道？确定。我历史可以考100分。孙坚是哪两年？进入考试。哪两个儿子？孙策、孙权。进入大学指考考题：英数历史地理。来人呐、啊，上虾。喂。哇，好厉害啊，这个。哎，好想吃哦。来人啊，开烤！我要烤死你们！嗯，好大哦！哇靠，超大的哎！真的太诱惑了，这很厉害哎！来上烤题，拼出 balance，B A L A N E 吗？我错了，对不对 ？Environment，environment， 那什么意思？我拼不出来。Entertainment， 我不会拼哎。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吗？笨，不知道，笨死啊！有没有别的啦？英文以外的，简单一点，让英文不行了。我们 English not good。现在考你们历史啊，好，历史可以啊，历史可以啊。第一题，连横台湾通史自序云：夫上夫台湾故海上之黄岛儿，筚路蓝缕以济山林，至今是今是赖。自古海通以来，西历东展，云贵之区，莫可逐间。又说，为鸿为我族东，不大海人，黄渠。有没有逗号？你的生命当中有逗号吗？完全听不懂。有没有惊叹号跟句号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，其功为矣。从这些文字的观点是 ：A. 符合历史潮流的文化多样性观点 ；B. 以台湾原住民为主体的历史观 ；C. 结合文献与考古的历史解释 ；D. 以汉人开阔角度的历史观点。这不是答不出来，这是我听不懂题目。我也听不懂，真的听不懂。我猜 C。我猜猪。答案 D。C。你赢了。我赢了。猪。Yes。答对一题可以吃吗？那我吃对虾。下一题，黄门取代西汉，曹魏取代东汉，西晋取代曹魏，都是权臣或夺取政权，建立新王朝，后世史家称为篡位。但这些君主皆接禅让理论来合法政权转移，禅让理论最可能来自何种思想 ？A. 道家的清净无为 ，B. 佛家的轮回观念 ，C. 墨家的兼爱非攻 ，D. 儒家的圣贤思想。D， 我选 C， 兼爱非攻。答案是第四个 D。哎呦，我要吃这个，好爽。嗯，哎，这道好吃的。无言呢，很痛苦哎，别再考了。史家讨论美国革命时指出，1763年，英国在7年战争中击败法国，确保北美13个殖民地的安全。但1776年，北美殖民地却起来反抗英国，爆发独立革命。A. 战争导致台战退守，对此英国将殖民地引起不满。B. 战后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减弱，殖民地人民觉得有机可图。C. 战争殖民地经济萧条，殖民地人心生不满，引起抗争。战后英国军力大为衰退，殖民地人民趁虚而起，争取独立。C.
猪儒家思想。你不是上一题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猜猪啊。答案是 A， 战争导致财政困窘。太难了啦，我们俩哦，我们两个太愚昧了，太愚笨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香！我真是受够了，别再烤了，真的没业配，更没赚钱呢。每个月开销这么大，还要我付什么钱？我现在要吃霸王餐。都不要吵了，争什么？串一起做沙鸟虾是。好了好了，什么东西啊？我来念，你再这样子，厂商在旁边看呐、啊，你知道我们有业配。那我们现在要来考风之谷的考题，风之谷会不会？风之谷啊，略懂啊。我超厉害，我超厉害的，我看我赢定了。那现在就是呢，我们要考风之谷的考题。那如果赢的话就会有奖金，输的话呢就要有一个惩罚，就是呢喝风之谷 R 特别跟这边合作的三杯调酒。噔噔，哇、欸，很可爱、啊，很漂亮哎、欸，超可爱的。哎、欸，这很漂亮哎、欸，这个很可爱，这超可爱。哎、欸，这很漂亮哎、欸，哇。可是这看起来好凶哦，很像爱必斯什么的。生命之水，这感觉很好喝哎，刚好配你的啊，酒精流氓啊。哎、欸，刚好配我的吗？因为你最喜欢喝酒啦、啊。可是我才刚宿醉完，我不想再喝酒。那我就让你喝爆，我让你继续宿醉。提醒一下各位，未满十八岁的时候，请勿饮酒，然后喝酒不开车。第一题，请问。我赢定了。伏特加加莱姆汁加蓝柑橘加七喜条出来会是什么 ？A. 绿水零特条 ，B. 甜蜜皮卡丘 ，D. 蓝水零特条。简单啊，没有，就是他念的不清楚，那他这样念就知道是什么了。我就随便。蓝水零特条。正确。你随便哦，好，那我赢了。好、啊，你赢了。那你输了，他是要喝酒对不对？对，你要喝这杯吗？欸、这感觉很可爱。哦，我喜欢买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喝哎、欸，这个棒。第二题，请问出《风之谷 R》游戏画面即可获得什么 ？A. 肥肥猪肉串 ，B. 肥肥羊肉串 ，C. 肥肥牛肉串。肥肥猪肉串，答对。那你们知道你们刚其实已经有吃到这个肥肥猪肉串？这个啊。哦，这个就是啊。好吃吗？我可以吃吗？给你吃一个啦。谢谢啊，感恩，感恩大姐啊，三口饭吃啊。真的好喝，绿水零特调，它感觉很浓哎。原来绿水零喝起来是这个味道。第三题，请问你可以在维多利亚港境内见到仙人掌一家吗 ？A 可以 ，B 不可以。不行，不可以，两个都答对。都答对。第四题，风之谷事件的女王名字是 A 西格诺斯 ，B 纳因哈特 ，C 阿尔卑。你先猜。阿尔卑。西格洛斯，本本答对。第五题，在风之谷 R 冒险的地方是 A 风之岛 ，B 黄金海岸 ，C 神木村 ，D 玩具城。神木村，风之岛，本本答对。耶、yeah! 欸！你要用心投入啊！投入啊！你要投。投入啊！你要投。我投入，你会输啊！公布成绩。他搞得很。那么今天本本答对最多题。都要去背业配活动，那我们一起背、啊。我想邀约你跟我一起背，小贾，对吗？还会再两个小时，让我自己背好了。哎、欸，我这样，哇，这好长哦，三分钟哦，哇，这好长哦，但是这难不倒背台词王的各位。风之谷啊，今年新第一，诚邀好客烧烤联动，现在开放，让你消费就有机会获得这个高值雪宝卡，黑肥肥猪肉串，限定杯垫。个皮卡丘，皮卡丘蓝水灵绿水灵，风之谷今年新第一，好个烧烤联动现在开放，大家消费获得高值续包卡，黑肥肥猪肉串，这里摆点，皮卡丘蓝水灵绿水灵，除了烤肉片，我们就而打开风之谷这个 play 键，切抽注意震动，温室这边做的好友和进入游戏，在年初出版的专属的风阿新定义，各位有备好了啊？这么多，耶、yeah! ！啊，风之谷啊，今年新定义，诚以好客烧烤联动现正开放，来店消费即有机会可以获得高值续包卡，黑肥肥猪肉串限定杯垫，皮卡丘绿水灵蓝水灵调酒限时特定上架，吃完美食喝完好酒，记得打开手机风之谷啊，放置 play 一下，放置 play 一下，七只宠物助力战斗，温馨家园招待好友进入游戏，年初年末谱出你的。
专属风阿新定义。哇！你很厉害耶！愿赌服输啊！愿赌服输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，我们在这边要特别感谢风之谷啊，谢谢干爹的赞助，大家记得要去下载风之谷啊，风之谷非常的好玩哦，耶、yeah! ！我也想玩看看，好玩欸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带我啊？这个我跟你讲很屌啊，这个它可以一直自动帮你变的，就是你回来之后你可以收取你的收益，就是放置 play 啊，对，放置 play， 很赞很赞。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，如果还想看我拍什么的话，就在底下留言，反正我也会让你没说过。我已经受够了，我不想再烤了。我要吃霸王餐，我要直接开吃了，对吗？对。都不要吵了，争什么？串在一起做烧烤虾，笨蛋。三小了。三哪三？对不起。好厉害啊！他喷很多口水在这个肉上面。哎，出来！有点小尴尬。